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经社清净印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昌寺的主持灵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再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继续来讲这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第13集。这经文怎么说？佛告阿难，你我同去前经天伦，当初发心以我法中见何圣相，顿舍世间深中因爱。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安尼讲啊，伊咧问阿难尊者讲：“你含我吼是堂兄弟啦啊，就咱普通讲结拜兄弟啊，就对了。”当相共一个祖先，会使讲血统、气脉呢，是相共。啊，亲情，就像亲兄弟安尼哈，有一款天伦的关系。我问你嘞，当初你发起要出家修行？的心啊，是伫我的佛法中有见看到什么殊胜的相状啊？我顿时，甲舍弃世间的爸母兄弟姊妹，夫妻亲重的亲情呢？二来出家啦，啊！佛的父亲哦，这净饭王啦，阿难的
父亲啊，做白幻王，是兄弟啊。所以白幻王就是父的叔父，就对了，阿叔啊。所以阿兰和提婆达多是同兄弟啊，是白幻王的子。啊，可是两个吼、做法完全不同。阿兰是真对佛真尊敬拥护，啊，迄个提婆达多是有野心，佮伊要，伊也想要做佛啦。啊，就含佛唱反调，处处要害佛，要含佛拼输赢，对啦。哎，甚至吼、要害佛啦。有一摆，佛行过一个山脚呢，提婆达多呢，就伫迄个山顶间拎一个石头，落来要甲对付到死啦。我刚才佛法心甲石头撒在边啊，干那迄个细粒石去撞着佛的镜头啊，小可流血。干那安尼尔，安出乎心会，提婆达多就对当下对由阿毗提伽去受苦。阿毗提伽就是最相当的，哎。杀死家己的父母啦，杀死阿罗汉，啊，害佛出血啦，伤到佛出血，拢会对阿毗提伽杀圣人啊，拢阿毗提伽相当的罪。经文阁安尼讲，阿难别去言，我见如来。三十二相，性妙殊绝啊！形体融铁，犹如琉璃啊！相住思维，出相非是，欲爱所生啊！何以故？欲起初毒啊！生所高。高教拢遐杂乱，不能发生性情妙明。紫金公主示意阿勇将火剃了。头前我问阿兰尊者讲，你是看到我佛法中有啥物殊胜的相状啊？到想要来发心出家啦。安尊者就讲啦，讲我就是看到佛，三十二相遮庄严，真殊胜绝妙，就是讲毋是世间有的，这形体清净吼。溶铁啊，敢像琉璃安尼，遮清气透明。家己定安尼想讲，就是讲，佛这个三十二相啊，一定毋是像咱凡夫是男女爱欲所生出来。为啥物呢？因世俗有种无遐男女交叫呢？迄是真臭真污秽啊！杂乱啊，无可能生出遮尼清净美妙即个清净的物体啦啊！而且佫有紫金光珠，紫金光珠就是讲后会发金光啊，所以呾仰望。要勤佛来出家，这个，所以这个三十二相，不是咱一般凡夫
世俗淫欲所产生出来的，所以是内心有受这个戒定慧啦，所结万德庄严啦。就是讲佛吼，无始劫以来受这济福德，广度众生，救苦救难吼。迄就是修福德，修足济福德所感应出来果报，果报相。所谓三十二相吼，就是所有的佛拢有三十二相，就是讲三十二相随相啦。咱讲相好光明，无定论相好，就是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。三十二相第一呢，就是这个脚底吼，脚下平满相，骨的脚底吼，食饭食，无像咱安关关格格啦，啊。吃饭吃完完，第二个做千福轮相，佛的脚底吼，你有当看到佛成佛，迄、那个五佛吼，脚底有迄、那个一个像法轮安尼，啊，迄、那个千福福就是迄、那个像脚踏车迄边啊，一支一支迄个做福，有几千支千福轮。天福轮相哈，所以咱有当迄个像缅甸、泰国迄那种五佛啊，五佛就是佛涅槃相道理。你甲看，脚底拢有像一个法轮安尼，哎，天福轮就是安尼，几千支啊哈。第三吼，枕头啊，签灯上，或者枕头啊，遮长啦哈，遮优秀遮长。第四吼，手脚软上，或者脚手吼。拢安软绵绵哈，拢加柔软了啊。第五，手脚指望万上，这个万万呢，啥做万万呢？就是这个正头安正到中间哦，你要有小念。就像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鸭啊，是迄、那个鸡啊，迄个枕头吼，拢各各有收敛起来呢，哈，遐做梦梦想啊。第六，祝福梦梦想，迄、那个福呢？就是靠道啦，所以咱在常讲结徛夫相，徛夫就是个靠道都含靠道安尼哈，啊都徛夫徛夫相，迄靠道圆满相，第七六王随相。我讲随相就是脚筋脚起来遐，就像遐落个脚呢哈。第八，手骨擦相，两只手接长啦，放落吼，手放落吼，过迄个脚头乌啦，
擦的是脚头。咱普通人两只手无遐到脚头位遐长啊，可能伊超过脚头。第九，马藏音像，马藏音像就是讲，查甫咧放着这个生殖器呢。咱普通凡夫是拢吐嘴外口了啊，但是夫的这个放着的呢，是收伫内底，像迄个马啦，马啊收伫腹肚内啊，啊做马藏音嘛啊。第十，神功当金顶上，身体吼、哦，肩胛头遮宽，啊，搁遮悬。一般讲分有长六金身啦，迄、那个分的身是遮悬。啊！但是咱想讲，我长得到遐真正遐悬，可能古代的寸尺吼，较无像即马，较大古代的一尺无即马一尺遐长，所以佫比别人较悬是有影啦哈。啊，但是毋是像咱即马尺讲长得啦。第十一，魔化油酸相，或者头毛和身躯的毛吼，拢药旋了，加了遐重了哈，药旋哈，大家毛拢加了遐重了哈，到那即马有诶 Q 毛啊，就叫啦，啊伊拢加为右边了。所以咱做迄个佛的头壳、头壳顶吼，拢一粒粒啊，一粒粒啊，就是表示迄个药旋。第十二，一孔阴毛上，就是讲每一个门根孔一支毛啦，迄上哈。第十三，新金色上。佛的心呢，黄金色啦。所有的佛拢佛心拢黄金色，所以咱讲黄金啦。真可能佛完啦，啊，色彩做较俗的，像咱黄种的啦，黄皮肤种的人，啊，发光吼都变黄金色。第十四，完光一心相。一闪就是安尼，手分开哦，安尼长得一闪，光佛哦，身躯会发一闪的光啦。咱讲佛放光啦，啊。第十五，身躯吼，细软细骨上只软骨啦。第十六，七处满上，七处就是两只脚、两只手。啊，两个肩胛头含这个颔棍，拢吃完完。第十七，这翼啦，翼就是过人工，平原上，唔是塌只深啦。第十八，顶面身吼，四肢上就像迄狮仔，安尼，肩胛头宽啊，佫高啦，像狮仔的身躯。第十九，身的大人上，徛起来直直啦哈。就像那翘翘，一个二站，两脉平原上，两肩啦，肩胛头平原哈。二一四十起上，满四十起啦。二十二，喙齿真侪，真歹袂像咱有芳啊。二十三。
嘴齿食白啦，白甲伤细啦，24，两个嘴皮吼，两颊就是嘴皮啊，颊弯弯，25，嘴拢有会不旁边袂臭嘴啦吼，没有口臭就对啦。26，讲长舌上，或者指甲长，食长搁食宽，所以咱阿弥陀佛讲出光中舌就是。讲话迄支撑出来，当够厉害。27，声如梵王上，声遮明，遮大声，遮亮，就像咱像安尼用扩音器安尼。所以佛佛的讲经，几千人拢听会清楚。28，迄、那个目睭吼，青金色，堪上，咱。咱咧唱阿弥陀佛讲，堪目定清四大海，堪目就是，青中带一点仔黄安尼哈。29，牛王接门上，伊个目接门吼，遮长啦哈，像许牛王。29，30呢，头顶玉结上，遮一块红红玉结啊。31，埋竿白鹤上有一支白鹤门的凤弓。23，胸前是12000啦，这就是32相啦，所以咱咧唱阿弥陀心经说：上好光明无等分，白鹤婉转我思密，堪目定清四大海，那白鹤宫，那凤宫啊哈！我本人离开台湾，我返到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，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摆已经翻译，141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印归原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，拢寄过来，啊，那是在家居士。有水气作用都有寄予，到即马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写批来甲我讨。咱遮若有一点收入，就拢印经送物咧卖，还佫救济救人，佫收几啊高字，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南疆、女疆想要出家，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立身。咱遮头前店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一护净光主，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请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拢得到遮大灵感，含我家己嘛得到遮大灵感。8-9年前，我和人无过含海，伊家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已经判我死脉无罪，伊要继续甲我上诉。我跪咧求观世菩萨，啊，甲我斗化解。有一人梦见观世菩萨，啊，我头壳顶甲我嗅甘露水。结果无偌久，真正最高法院就将伊上诉甲驳回，讲你到怎啊提袂出人情物证，无新的证据，袂使阁上诉。到这为止，所以咱三审定谳，还我清白。这就是观世菩萨甲我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。阿弥陀佛。普陀新桥弘誓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表礼。新桥弘誓数十年来推动一应白话经济，
九十外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二等，培育未来风范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超公司，电话：0763122291。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小神通月，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亿兆倍，法华功德妙难思，十方诸佛所称赞。若读若诵若解说，能入涅槃解脱道。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恭诵妙法莲华经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0398986866，039898686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起建药师法会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，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，12到13日，恭诵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，14日。礼拜药师宝忏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，0383116730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。